一点一粒螺丝就去甲伊量，啊你防防防望你台湾的机器，所以起码正常输出已经不可行啊啦。台湾的纺织业哦，收甲要了啊，遐机器哦，起码切做派去啊都卖啊啦。哦，这是我亲身的感受哦。是是是是，足悬的哦。未使讲甲高科技来比啦。哦，第二点我讲一个笑话啦。是是。马英九大家拢讲，像我辅助讲，哎，足够运动啦，骑铁马啦，游水啦，参加山铁啦，是，甲我工厂的比赛啦。啊，讲你菜市啊啦，人讲哦，马英九足够游水的哦。啊，我老婆就讲，哇，马英九的体力很好哦，游了45分钟哦。哎，讲为什么体力很好？我老婆说，哦，我老公才游28分钟就起来了啊。我老公一起来在骑脚踏车，他还在水里面游17分钟啊。谢谢，拜拜。后期谢谢。来啊，基隆的陈先生，陈先你好，陈先。喂，陈先你好，陈先。喂，哎，陈先你好，黄姨你好，哎，你好。今天就是国民党，就是要行到大寮土。今天从我工厂已经失业啦。然后在我退休6个月后，领到这个失业给付的钱，今麦搁找到头路。然后无吼，伊个胖一个吼，阮这做胖一个，拢走去宁波去啊。是是是。啊，放假无结果，无做10多年、几年啊，拢无头路。然后趁钱，因那边讲，咧趁拢嘛是。因那边是矿大是因的啊，然后就无为着台湾啊，是啊，咱现在阮是有算产遣散费有领一挂，那结果是害到有领了无头路当阿做啊，真济哦，是，阮只工厂咧600多个，那伊在大条好康，伊在产的时阵，伊也无讲，进前无个有回馈讲一只。老员工，然后呀，老马回台就会变好。安尼好，是是是，安尼就好。谢谢陈先生，来彰化的潘先生，潘先生，潘先生，你好，潘先生，好，哎，来请讲来，好，是，好，我跟你讲哦，今天我来讲这个主题哦，这是咱啊，台南哦，贵宾投资啊，哦，拢实在真歹啦，钱拢提袂当个真济啦，即马这安尼，我假算讲安尼就好啦，我正看恁的大话新闻啦，看过了年啊，甲即马甲卡入去啦，我卡入去时哦，我正看恁这样看甲拢正甲。教阮某啊吼，常常拢去，拢用咩玩具，用咩迄落安尼啦。好，安怎讲？安怎讲？安怎讲？拢用咩玩具啊？吼，都拢讲妈用叫安那好唔好？吼，我讲吼，你也无为着台湾啊吼，你就害啦。啊去用痛伊啊吼，啊是甲香港同款哦，你就害啊啦。你要哭就无目屎啊。我常安尼甲讲啊。伊拢唔听我的啊。唔听我的，我即马这安尼讲了，我佫甲你讲一个。这个是较早连前选总统时啊，吼，我唔就是建筑车公司，吼，伫遐咧泡茶啦，我都有三个款啊，吼，要去啊，假设讲要去啊，吼，甲租车啦，原住民朋友啦，麦克风，有啦，原住民，哦，伊讲我做要甲租车啦，伊讲我做哇无车歹势啊，哦，伊讲我要。剩一台高人座位啦，看你袂无啊？我讲高人座位偌侪钱啊？伊讲我都提好听啦。伊讲甲问讲，你咩等于选举安尼咁袂好？这原住民带底只做武侠啦。伊讲我都安尼咁袂好。伊讲还可以啊，还划得来啊。看连前一阵咧选的时候，伊咧用钱啊，唔是拢用币。用伫咱这个迄落，拢用伫山区甲海线的啦，拢用伫海线甲山区的啦，哦，拢买啊算汽票啊，一票一票拢袂正当的啦，哦，佫尤其佫安那哩啦，咱即马阮中华吼，咧选立委啊吼，进前吼就是拢安那统一啦，拢甲叫里长去开会，我选调，我提偌济来恁这个庙做公金，哦，里长来发。你上来发陈年底嘛，怎啊发啦？哦，阮这里面啊吼，就拢连提个一线都无啦。连提个一线都无，嘿安尼吼啊，选调就是拢提对连调。提对标一起就对啦。然后都拢提对一起啊。是安尼吼。我马西讲，我即马即个要选哦，就各要个
这个经费算的，搁要另外一个开两亿外啦。哦，这钱是安那开？伊就听袂调啊，规个装备啊，有啊，买甲真厉害啦。你不用电脑去买啦，你不就买两亿外吗？哎、欸，开两亿外，吼、哦，真是啦，哎、欸，我都听袂调啊。好，潘先生多谢你哦，嘿，多谢吼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回来啊，继续讨论啊，先休息进广告。